Hello， 大家好，我是飞鹰，欢迎来到无本赚钱系列。你有想过玩游戏就可以赚钱吗？没错，我今天要为各位带来就是两款可以赚钱的手机游戏，而且这个在 Google Play 就可以下载了，保证不是赌博相关的游戏。等等就会分别介绍这两个游戏的玩法和出金的方式。在开始介绍之前，请各位先去办一个 Coinbase 的账户，因为这两个游戏都只能从 Coinbase 进行出金。那对于 Coinbase， 各位也可以放心，它是美国第二大交易所，在隐私和安全性方面都是非常值得各位信任的。那事不宜迟，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介绍吧。第一个要介绍的游戏是 CryptoPub， 在 Google Play 搜寻就可以了。游戏下载连结我也会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那我们下载后就开启游戏，开启后就会进到这个页面。我先跟各位讲这个游戏要如何进行。点选 New Game， 这是个消消乐的游戏，只要两个同样的方格连在一起就可以消除。当你成功消除时，你的分数就会在 Coins Mined 出现，只要 Coins Mined 大于 Target 就可以晋级了。没有打完是不能出来的哦，但可以强制退出。如果强制退出，下次可以从 Continue Game 接关。那我先把它快速打完。接下来要讲的是如何出金。我们回到主页面，点选 Wallet， 在上面输入你注册 Coinbase 时用的电子信箱，输入完后点选 Update Account Information， 更新后滑到最下方，点选 Claim 就可以出金了。这边有两个小提醒，第一个是你的 GWEI 要大于1000才可以出金，第二个是每次出金后都要等3天才可以再次出金。那 CryptoPub 的介绍就到这边咯。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个游戏 Bitcoin Blast， 它一样可以在 Google Play 搜寻，游戏下载连结我一样会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中。那开启后就会到达这个页面，点选中间的播放键就可以开始游戏。这个游戏是个连连看的游戏，不管是横的、直的、斜的都可以进行连，只要达成上面的目标就可以晋级，但没晋级也没关系，它一样会送你比特币，超级佛心。那跟前面一种不同的是，它每天只能让你累积1010的积分，接下来就要等24小时才可以再玩了。那我一样先快速打完。接下来我要讲出金的部分，一样是输入你注册 Coinbase 时用的电子信箱，然后按 Continue 就可以出金了。只是要注意一点的就是，它至少要1000点才可以出金，另外每7天才可以出金一次。如果你对 Bitcoin Blast 有兴趣的话，记得注意一下这点哦。OK， 那上面两款游戏都介绍完了，接下来我讲一下我自己的心得。我感觉起来他们好像是拿出了一些广告费来分给玩家，让大家玩游戏也可以拿一点钱，虽然可以拿到钱不多，但也大大增加我们玩游戏的动力。那个人呢，我个人啊，认为这种双赢模式蛮好的，毕竟闲暇时玩玩游戏，还有一点钱可以拿，真的是令人蛮开心的一件事，对吧？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要订阅我频道哦。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是私讯我的粉丝专页跟我进行讨论。我是飞鹰，我们下次见，拜拜。